拿完钱我们就走，姓姚的不在，好办事。哎，都给我别干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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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板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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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哎哎哎！谁谁的你？兄弟们，这是要干嘛呀？开房子啊！阿昌，上次看见姚远，姚远不在，有什么事儿你们可以跟我说。老板娘，你看看，这饭这么难吃，猪都不吃，猪都不吃了，给我们敬业贡献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们不是来找活干的，你们是来找事儿的。 兄弟们，门口那些货我们拿走，等姚远回来了拿下去说。好，好，好，拦住他们，住手！拦住他们！我看谁敢动。喂，110，我要报警。